成为了 PL 职业联赛上面第六个突破千位淘汰的选手。是的，他虽然在形象上越来越像他们的对标了，但我要严重谴责啊，这个定妆照跟他本人不符，本人还是比这个定妆照要可爱很多的，帅很多的。好，我们再看这边 4M 被淘汰之后， TCE 开始主动起来了。这个战队打到现在突然开始主动，跟他们前中期的这个战术思路也是不太一样的，主要是前中期隐匿太久了，到了后期忍不住了。龙仔复刻，龙仔复刻，龙仔致敬，龙仔秒杀。与此同时，忍不住的还有在南部的北京 JD 一家，他们在四合院待了很久很久，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，重拳出击。现在的 TC 只有一人的别指，在今年这里像素很难再有作为了。阿杰一辆铲车铲倒了一人，然后又补掉了两人。我是阿杰，我致敬若败，再往前面铲，致敬成 C。 阿杰的车还没有停，还在开，继续往前使劲，最终一个跳车。这里四连枪王，我是阿杰，我超越成 C， 我超越若败，我超越三三。